OK， 他现在单身对不对？OK， 然后就看他愿不愿意配了。你是希望他找一个好的男友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对对，那你先过去。那我到的时候，他是坐你对面还是坐你旁边？坐我对面。好，那你先去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街头丘比特。对，我的任务就是在路上找一个单身的男生跟你当朋友。请问你单身吗？我吗？对，你。你刚遇到我吗？因为他遇到我，他跟我说你单身。你不是也单身吗？对啊，对，他不让我找啊。对啊，那你要我帮你找吗？我蛮会找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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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看男生都注重哪三点？就外在条件来讲的话，因为我只能就外在来讲嘛。身高。身高要多高呢？180。180 ，OK。第二点。然后帅。帅吗？帅太笼统了。如果我自己觉得的帅，不一定是你觉得的帅。你讲一个具体一点。是阳光型、粗犷型、颓废型。阳光型。阳光型 ，OK。那第三点呢？双眼皮，大眼睛，阳光型，180以上，没问题，交给我了。好的，我认识的现在女生呢，她叫做 Amber， 22岁，环境工程学系，应该是啊，没记错啊，因为她以后想要做有关于都市更新计划的工作，那目前是学生，最大的兴趣是打牌、打麻将，未来梦想是想要环游世界。OK， 我觉得他长得蛮可爱的。OK， 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去跟他认识。你单身嘛，对不对？我单身。这里好了，这里好了，你先面对那边。那朋友，你帮我一下，他不要，千万不要转过来。对，我等一下女生我会把他带来这边。好，那你们就面对面。好。对，好，等我一下哦、喔， okay. 3分钟，我上去带下来而已。Okay. 好好好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可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跟你讲一下，叫做 Tony。Tony。187公分。我个人觉得看起来非常干净，长得有点像豆豆先生，可是我觉得帅啦，因为他有一个气质在。对，那是在做金融业、房地产理财专员，做房贷。重点来了，30岁，不，29，今年要满30，还可以吧？朋友嘛，对啊，朋友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兴趣是打篮球，梦想是环游世界。对啊，希望你们今天可以当好朋友，好不好？说不定未来可以一起去环游世界。对啊，说不定。那他有一个特殊才艺，就是愿意陪女朋友逛街。对，还不错啦，我觉得啦，这个蛮重要的。对对对，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赶快去跟他认识一下。好，来来，他就在那边187的那一个。对，你先站在这边。哎、欸，要帮我拍张。来，你先站在，不要转头。站在这里。有没有很高？很高。好，来，我数到3，你们就可以转头了。来，3、2、1。那，你好，这是 Tony， 这是 Amber， 对 ，Amber， 够干净吗？干净，干净。够高吗？够高。对啊，他是做那个金融的。对，他是以后想做土地开发的，然后喜欢环游世界。对，喜欢环游世界。那你们要自我介绍一下。我自我介绍一下。嘿嘿嘿。你好，我叫 Tony， 然后今年30岁，双子座，专情双子座。哦，专情的双子座。专情的双子座。然后喜欢打篮球。兴趣是运动。然后蛮善良的。然后我很善良，这是我的优点。对。OK， 换你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 Amber， 然后现在22岁，然后念文化，然后我的梦想是环游世界。OK， 那你们交换 LINE， 你们可以讨论那个旅游的讯息。对，现在交换一下 LINE。现在当然不是像环游世界啊，你们可以要做计划啊。对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还是你现在已经有机会环游世界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那想换你换一下 LINE， 握个手。不会不会，当朋友，对，当个朋友。
有没有一点点像豆豆先生？有一点，有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这样跟他介绍的啦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你。这种听起来不会开心啊！哦，对不起。OK， 握个手，握个手，我的任务就达成了。哎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那个，我最后有一个那个第一印象指数一到十分。前五女生好了，几分？第一印象？第一印象？对，8分。哦，八分哦，好高哦！你呢？九分。我这里7分以上，一到五要选一个，有脸颊互碰、额头互碰、铁达尼号姿势10秒、新娘抱走5步、十指紧扣走一段。女生选好了啦。对啊，一到五，你随便选一个。姐姐选，姐姐选一到五。好，铁达尼号，10秒。铁达尼号就是他在帮人抱，你在前面在讲。他没有啦，他啦。好，好来了。铁达尼号，铁达尼号，十秒。来，站在这里。扶着他的腰就好了。好，来，10、9、8、7、6。3、2、1，接头丘比特成功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帮你们合照一张。好，3、2。